大家妈祖进香绕境活动算是一个国际性的宗教庆典，也是全世界三大宗教圣事之一。每一年的绕境出巡活动，拢有几百万人参与到这场的盛会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先进大德，也有来自海内外的好朋友，大家共同出钱出力，做伙来付出，诚心诚意陪伴咱上敬爱天上圣母娘娘，前往新港奉天宫完成九天八暝的进香绕境活动。沿路的迎接方式真正是使人感动。台湾上界水的就是人情味，上界美丽的画面就是妈祖乱叫来到咱的庄头的这一刻，现场的信徒大德那种欢喜的笑容，让每一位迎接妈祖乱叫的信徒心肝底都非常的温暖，因为妈祖的慈悲心普世照顾到任何一位信徒，大家都感染在心。为着妈祖进香绕境来到家己的庄头，当然要尽最大的诚意迎接咱的女神妈祖娘娘的驾临。这是一个值得延续的宗教信仰，让代代的子子孙孙继续来传承。咱大家爱学习妈祖的精神，尊重厝内底是大人，疼惜家己的事实，团结这个家庭，让厝内底的大大小小拢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今年有来参与到大家妈祖进香绕境的好朋友，欢迎啊！伫这感谢恁的热情付出，因为无闲无法度如愿来到现场斗闹热的好朋友，欢迎啊！而且甲恁烧酒，邀请恁伫明年大家烧酒斗阵，伫咱大家镇南宫陪伴着妈祖娘娘来去新港奉天宫进香绕境。再一次向妈祖婆讲一声，我爱妈祖娘娘，大家同心，咱大家明年再相会。恁好，我是颜宽宏。